大家好，我是阿宁，我现在在新疆若羌，我在这边做和田玉。前天呢从山上下来，本来要在山上多待的，但是那天我实在是身体不舒服，就是很难受，面色苍白，还提着药，后来就觉得很无奈，然后就早一点下山了。这几天说实话，我感觉我脑子都是迷糊的，就是有时候别人给我说什么事儿，我就脑子半天我就反应不过来，转不过来，然后身体每一天都很，就是很燥，很燥，很说烦躁吧也不对，反正就是很燥，然后每一天都是很难受，脖子这里啊长了好多的痘痘，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我估计是我压力太大了，因为从这个月开始，从六月份开始，那个银行的钱不是每个月还20000嘛，然后私人的钱你每个月至少也要还个20000-30000，然后现在还有不到10天时间就月底了，就是压力特别大导致的这种情况，就是当你们遇到这种压力特别大导致这个身体都出问题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个言，有相同经历的，然后正在备受煎熬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交流一下，看能不能互相辅助度过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难关。看我现在还在喝中药调理，哎，给我开这个药的中医大叔说我现在是气血特别特别的亏，他让我有什么事儿想开一点，不要压力太大。还有一个就是小伙伴们好多就说是你们为什么探到的矿就没有看到你们发那个探到矿的视频，是因为我们现在探到的矿就是能够看得过眼的吧，就是品质能够觉得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的，但是地区就不对，比如说他在保护区，这种手续是根本就办不下来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路途比较方便的，结果那个矿脉品质比较差，然后稍微比如说矿脉又好一点的，它又是路途特别遥远，然后从各种成本上来说的话也不划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探一个矿能探到一个合适的矿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少一样都不行。所以当探到这种比较合适的矿的话，轻易我们是不会拍这个视频的。过些天我们可以拍一些，就是说是如果就是说是碰到比较差的我们不感兴趣的矿，我们可以拍拍视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好一点的矿我们要保护这个信息，因为探到一个合适的矿太难了，我不会说是发视频那些暴露位置，然后让我们的辛苦白费了，就是这一点的话大家理解一下。还有就是说是小伙伴们，如果你们啊就看我视频的有很多也是同行，就是同样也是探矿人，如果你们手上有比较好一点的矿，就是品质高一点的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然后不用说位置，你只需要把这个样品拿着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觉得品质还可以，然后咱们再说下一步的事情。好了，关注我，我是阿宁，勇闯天涯的日子咱们彼此陪伴，希望我身体能够尽早的恢复过来，我真的身体上的这些变化让我很难受。